今天什么安排，哥？如果我们要搬家的话，我看我们要不要请一些朋友过来一起搬？可以啊，分别打电话啊、嗯。你现在有时间没了？现在怎么了？就是需要帮我来搬家，然后顺便就是一起可能做顿饭什么的。我以为你穿了一套太空服在家。可以吧？有时间不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好了，好吧，好吧。会做的就那么一两道。可以。行，待会儿看你的了。那待会儿见啊。四位朋友、嗯、我们各邀请了两位，你叫谁啊？我叫了，我认识，待会你就知道了，你可能很认识他，但是呢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没有太清楚。好抽象。可以，很期待啊。哎，我刀呢？你找刀干嘛？谁惹你了？啊，是这个剃须刀。哦，这个是有 Scan IQ 机能感应黑科技、嗯、用光告诉你力度是否合适、哦、还能与智能 APP 互联进行剃须个性化定制，厉害吧、哦、还真是把宝刀呢，在哪买的？我也买一个。入手小家电还得是京东啊、嗯、小家电更新换代太快了，更多趋势好物都能在京东买到、嗯、以旧换新补贴10%起、哦、你去看看吧。行吧，我要去剃胡须了。嗯，怎么说？是谁的朋友？我猜应该是你的朋友，我的朋友应该没那么快。哟！哇塞！哇，这么多东西啊，这什么？你看我弟见到朋友，完全状态变了一个人，他会很开心。灰加两个黑，来，张总监 C 位。哎耶！所以我们是一组，对吗？对。真的，我那个时候，我记得从你们这么小的时候就开始。怎么能有这么小啊？这么小，看着你们长得比我还高，我天哪！那时候看哥哥还是很高的，现在谁学的这么？真的，一个个都长得这么高，真是。差不多快20年了都。坐，兄弟们。哎，兄弟，你今天抹一点素颜霜是吧？抹一点素颜霜，兄弟。你要不要磨一下子把脖子也磨去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兄弟。不一样不？很不一样。好吓人、啊。我弟也是不给他留面子，大白的兄弟，敢往心里吧？好像戴了个面具，是不是在《世界之窗》做 NPC 刚回来？有点像那个 Joker 兄弟，是 Joker。你戴了不？我肯定没戴啊。啥白的？你说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家有没有那种面粉什么的给我脖子糊？这你讲的，我现在整个人很不自在，兄弟。怎么办？要不搞点牙膏？牙膏没有用，我看一下我这个粉底液能不能给你用一下。哎呦，这个太严重了。这朋友下手有点狠呢。我平常还舍不得出来。哇，好多了耶。怎么样，兄弟？比刚刚好一点。好多了。所以我今天是最白的是吧？傻白点。哎，有人敲门！有人敲门了，来了。哎呀，兄弟，好久不见！恭喜各位，兄弟。开始周哥了。怎么搞得这么斯文呢？好久不见，身高没变了，兄弟。你怎么穿鞋都没有告诉啊？麻痹了，麻痹了。哎，我买好菜，带辣椒，带肉，又是辣椒炒肉，可以。你做啥？我这边今天给到一个西红柿炒蛋，给到一个。哎，快，神来了。你请了谁啊？我请了一个神。一个神。还有神。好，可以。他那个神，我好好奇啊。神秘嘉宾啊，好期待，好奇啊！看看是谁啊？谁呀、啊？哎呀 ！What？Jason？ 是我弟的朋友，我给了我弟一个惊喜，相当于。Jason， 好久不见。那是谁？哇塞！他是武生的从小的同学，对吧？四年级的同学。
对嘞，班上第一个认识的。因为本来我的一个朋友正好出差了，我正好看到他，发现你在长沙啊，对，刚刚看朋友圈他在长沙，我都没看到，所以我没有跟他们讲，我临时想说把你叫过来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你看他有节目都不叫你上，我有节目叫你上，我跟五星的地位在你心中谁比较高？你看哥有节目都想着你啊，确实，哎，现在感觉他是五星。今天他是以我的朋友的身份出现的，对。好，这样我们有个卧底的那边了，我们今天四打二。把书包放一下吧，把书包放一下，我先入座吧。是这样，就是我跟他们说了，自己还是要带一个菜，就是带一个拿手的菜，我们就通过玩游戏的方式，输的那一队三个人负责做六道菜，关键是还有三道菜你要拿别人的食材来做啊。对，这个还挺好玩的。有挑战是吧？有一个最近这个网络上很火的一个游戏啊，我知道这个五子棋吗？对对，五子棋。锤子剪刀布。Let's go。 哎，周哥先中一个。哦，这叫五子棋啊，就弄到谁连在那儿，连上了就连上了，这还挺好玩的。直接给我们分两边啊。哇，漂亮，哇，这么厉害的。哇，就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结束比赛啊。两个赛点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好厉害啊。Yes,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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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. 今天不用做饭了。今天不做饭了。完了，给到一个西红柿炒蛋没给到。我们做几个菜呀？做六个菜。会做吧，哥？哎呀，我们来监工了啊！你只要敢吃，洗杯子。What？Jason， 洗杯子 ，Jason， 洗杯子，洗杯子。这我怎么可能一个手？不是，我们今天进不了厨房，主要是。我们进不来。哎，这里有条线。这是那个什么 Cyberpunk？ 哎，真的很帅，很帅兄弟。那个遮阳板。Feel so nice， 胜利的饮料。哎，再去里面干一杯，再去里面干一杯。胜利的饮料，胜利的滋味，舒服多。坐，兄弟们，当自己家里面一样，好吧？他不客气，我们先睡个午觉。哎，可以。那边带着浓妆睡去。这样，土豆丝跟西红柿炒蛋，小周做，然后我做辣椒炒肉，那我做黄油生菜，再加个啥？再加个黄瓜炒肉呗。太久没做了呢，主要是这个确实不是我会做的菜。我这个朋友挺会做菜的，哇，好吃哎，看上去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还是辣椒炒肉。来喽，来王炸兄弟。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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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现在都可以啊，都能比划两下。